幻术门分为金木水火五派，幻术门遭遇空前浩劫，当年我已成功只差一步，愿主人早日统领五派。唯有至尊法宝才能一统天下。星云手杖可以极大程度地提升幻术师程度，但只有集齐五派幻师才能驾驭它。大家好，我是钱小豪，暑假长大幻术仙山，未来电影台全台首播。